此时冷烟长路不，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迥然凝寒恨天雨，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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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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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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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放掌。各位同修啊，因缘殊胜，我们今天呢已经是楞严经的第十讲啊，今天呢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讲，时光呢迅速的很，一学期呢一晃眼就过去了，我们每周只有这么一次啊。我也不知道诸位把这个楞严法义呢听得如何，大家能听得懂吗？这十讲以来都能听得懂啊。那么听完以后回去还能想得起来吗？这个据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啊，有些同学呢都是说当时能够听得懂也能够明白，这当然已经实属不易了啊。那么说一回头啊，或者复习或者想讲个所以然的时候呢就忘了啊，或者说在课堂里边啊句句字字都能灌得下来，可是一回过头来自己在那琢磨的时候呢就理都不清了啊。那么我们也不求你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你既然学楞严经，我们就是一定要会，自己能够用。在此呢我想说几点，一个特别是我们马上又有一段相续比较长的间隔时期啊，那么一个呢你要说预习复习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诵，要读啊，读这个楞严经。当然这是从学上来讲的，从修上来讲这个问题唯一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大，不是说的那么多的原因，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看你心有没有在道上啊。楞严法义呢它是用文字组成的，可是佛法这个心地法门啊，虽然始终的千言万语的讲，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在这个心地法门之中，有没有念念往心地法门上会，有没有感觉，这是你要抓住的一点啊，得有感觉。那么我们在讲到感觉怎么找呢啊，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想修行，念念这个感觉怎么找，我每天都有如此的烦恼啊，贪嗔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怎么在这里面找感觉呢？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所有众生都是你的对境，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现前世界也罢，衣食住行也罢，啊，我们矗立在街头巷尾也罢，每天你的睡前醒后也罢，你念念的就是要找这个感觉。上次我们讲到的两种根本，我们每天都用的是妄本，可是妄本上面我们要找这个真本的感觉，就是在现前境界上隐藏的这个真理实相。你找着的时候呢，就把它显现出来。当然，就这个真心妄心上，我们现前感觉到基本上都是错觉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要对错觉的重新的感觉，就是要用心。我们讲到的初地心、上次菩提心啊等等，这些都是你要会用，就是始终有这个感觉，在心的清明和混沌之间，现在是来回游走，混沌的时候多，清明的时候偶尔的灵光一闪，慢慢就始终往清明上会。一个人多人的时候都是会，整个修行就是自我的一个秘密，深深的埋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啊。当然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真妄之间它就是相通的，那么就看你每天清明的多还是混沌的多啊，渐渐占上风，直至所谓的大祖师们说明心见性开悟以后，就是完全清明，大乘一片。可是问题是他修行他也不是在天上去啊，不在就离开地球了，或者引到哪个啊另外一个法界之中了，就在凡圣同居土中啊。所以说我们每天的这个呢，都是要大家来找感觉啊，找到修行的感觉。记住，念念的反证自己的心，念念的用阿弥陀佛来反闻闻这个自性啊，这是第二点，就是真的得有感觉。第一个要常复习，要读诵熟。那么第三个最要紧的，那你是感觉始终少或者不在，怎么来呢？就是要践行佛法呀。践行这就多了呀。首先我们的实践法是48拜，这是我们给大家定的最低最低的水平，就跟幼儿园一样。说起这个呢，应该知道的，所谓的刚才找感觉、找体验，真正只有践行才是心地上的完全投入的体验。当然如果你再退步说修行还上不去的时候，那唯一的出错点在哪里，就是你福报不够。福报不够的情况下，那你就一定要培福，这个谁也说不过去，你就得去修福。修福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修心，始终是包容的、理解的、利他的，然后心性广大，这个祈福最快。那么可是修心如此之难，当我们在心地上修福的这个啊，每天又舍不得舍，又觉得说哎呀我拿这么多钱总是有目标有回报等等，这些我们上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得依这个行为，这个具体的行动上去，做义工也罢啊，去多去成就别人也罢啊，念念心地上面忏悔反思自己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从来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些我执虚伪啊，这个贪图之心，这些就是修福呀，一定要去修福。福报不够，你的慧就出不来嘛啊，所以要时常去培福啊。一边去培福，一边以消业的心态尽量的接受我们的，当然顺境来了你也不要太被转了，逆境来了你也要尽量去接受，当然不可能完全接受，我们总是要抱怨，我也要抱怨，但是我们尽量去接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要培福啊。那么培福最基本的，我们来听法就是一个培福，大家要有这个感恩珍惜的心，这一系列的你进入一个良性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楞严道你就能会得上。始终你每天都是清明，你感觉出了那个感觉，你才能知道说啊、有这么个感觉啊，这就是心地方啊。好了，也不多说了哈、不打闲岔。那么我们这一次开始讲，我们是第九讲，讲楞严经了啊。上一讲呢，给大家讲到说一切的众生之所以出错，就是不是两种根本，第一个用攀缘心
以为是自信，这个方面出错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诗经原本啊，本来是清净的，但是我们呢，把它原所移者当做忘我去认，这两个根本我们出错。所以说一念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一个真和妄之间。那我问一下大家啊，在这个真妄之心啊，在这个真妄之心相攻的时候，我们常说无明，我们就是妄；悟后，我们就是真。那么我问问大家，大家试着悟一下，一念无明从何而起呢？一念无明从哪里来？啊？我上一次跟这个妄想，就是这个妄想到底从何时何刻来的？无始就不算了，上次都说过了。以前我们一块儿法师们也一块儿去追寻这个问题，说众生都在长夜无明三界烦恼中，那么为什么不醒呢？为什么不醒呢？啊，一个法师就说，因为从来没有醒过，所以一定要醒。啊，另外一个法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睡着了？何曾睡着呢？明白就是醒啊。所以我们的两手根本记住，从来没有醒，那么我们就一定要醒，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果。何曾有睡着，那么就是我们楞严大定，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呀。你要醒什么？明白就是醒，你明白没睡着就叫不醒啊。所以这个佛法微妙之处非常的玄，可是很简单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再从这里开始，读一段。我们大家的法本呢是在这个42页是吧？43页的是最后一行吗？啊，43页的最后一行。那么我们从这个，阿难啊，从阿难这儿，汝今欲知什么他路，把这一段读完，一直读到这个。固守龙爪啊，找着了吗？后面好，那么我们一起来。阿难，汝今欲知舍摩他路，愿夫生死，心腹问汝。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与阿难言：汝今见否？阿难言：见。佛言：汝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我要拳的要。阿难言：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非寻寻主，其能非者，我将为心。佛言：多阿难，此非汝心。阿难决然，必作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告阿难：此事前尘虚妄相想，或汝真性，犹汝无始，至于今生，任贼为子，施汝圆常，故受轮转。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啊？这一段呢，叫做举拳辩剑啊。什么意思呢？前面的经呢已经讲到如此地步，可惜阿难呢就是一直是执迷不悟，欲悟还迷啊，所以他再问到是佛啊，开始我怎么悟这个修这个什么他怎么啊他他怎么修行怎么样忘佛开始。可是大家发现前面的经文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来都没有给他开始用功的方法，有吗？都没有，只问他心在何处，怎么个心，谁的心，心在哪里啊，就问这一句。
写的这个师徒之间呢，就是一个是答非所问，一个是问非所答，啊，所以阿难呢，这个始终啊以心，记住啊，以这个心来求使摩他路，为什么不给他开示用功的方法呢？这个妙舍摩他呀，它不是长途的修行方法，所以它就是一个恰恰这个修行之路，它是一个无心无路的这么一个心路，所以就佛就指至阿难这个无路心体，但是效果出不来。为什么？阿难听不懂，说了：“你欲知道舍摩他路，欲不往受生死，我再问你。”你看，阿难如今欲知舍摩他路，愿受生死，今复问汝。可是问汝以后，即使如来还没有讲话，先师无言之教，举了胳膊，屈了指。怎么样呢？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佛的身体呢是金色的，紫磨金色的。那么他的这个指端呢有一个千佛轮像啊，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说有是簸箕，有是圆儿啊。他的指端每一指端呢都有这个千佛轮像，所以这里才叫做举金色臂，屈五轮指嘛，有千佛轮像这样屈。他并没有讲话。而是就把拳伸出来，与阿难言：“汝今见佛。”问阿难：“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如果是阿难能在这个地方当下回光返照的话，失的根本，那么就正好鸡叫相扣，就不负如来一片全心了。就举这个胳膊呀，大家知道祖师们里面为什么叫做堂头棒喝呢？有就举一个指，有就伸一个掌，在禅宗门下进入这种方法什么，这不是没有出处的，这里就了出来。你看，其一，举着臂而对阿难说：“汝今见佛。”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什么了？大家看见了吗？你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一拳，看见一手。你真的看见了吗？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们的见都是假的。啊，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止月录》，听过吧？《止月录》啊，就是出自《楞严经》后面我们学到的经文，说“一指见月”，就是指的时候呢，一这个指顺着指要见月，而要也望指。等到见了月以后，月也是月，指也是月，是这么一个。悟性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里佛在问阿难有见于佛的时候，就是一语双关，要么你见止，要么你见月，也就是我们前面真妄两种根本，要么你迷，你就只能够见成，就是六成呀，眼耳鼻舌身意所组成看到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拳头，要么你就见性，这就是悟。你看，所以佛在这里说啊，今复论汝与阿难言：“汝今见否？”其实这就是问阿难说，看看你到底是见成还是见性啊？成性，一个是明心见性的性，一个是五欲六尘的成呀，一个是分别的染着的妄心，一个是本来清净的光明心体啊。就在这个拳头上，看你见哪一面。所以这里的第一个就是说。汝今见否？结果阿难呢答了一句见，那么见成还是见性呢？第二个问佛言：“汝何所见？你见到什么了呢？”阿难答言一句露了马脚：“见光明拳。”看到这还是一个手势，一个拳，那么说明他还是见成，没有见性。大家参赛，性就在成中，就在这手上呀。直到在佛又紧追着说：“佛言，汝将谁见？”那么你既然见这个光明拳，你不反思一下谁见光明拳呢？哎呦，阿难还是糊涂说：“我与大众，你看把大众也拉到一起来，我与大众什么呀？同将眼见。”再一，再二，再三，如来何为重重显示？这是三番问答呀。
又是一次真心破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地问哈。这个地问佛问的说，这个汝今见否？大家想想，我们在见的时候，有见就有相，对不对？那么有见就有相，上次我们讲到见分和相分一结合就是沉静了。那么沉静的所有这些都是为识所变现，只有因缘没有真相，我们见相皆是虚妄之相。我们刚才讲到，给大家讲到找感觉，为什么没有感觉呢？我们活着的能力下意识就是把自己无端的提了很高，那么然后辐射俯览整个这个现前世界的境界。可是你要在见的这个时候悟到它，见本来的根本就是见到这个见和能见，悟和根本一定要把见和能见给它抹平收缩。其实也我们讲起来的万物跟自己是平等的心，就把自己有这个融入到万物，哪怕有情与无情啊，皆是因缘，这样在融入到万法的一大因缘之中。这个时候你哪里去取一个见呢？谁在见呢？见什么呢？可是阿难这里说见啊。那么佛又问说，汝何所见？那你说见，你见到什么东西啊？他就说见光明拳。我问大家，当我伸出来这个拳头现在这个形状的时候，大家是见到拳了吗？是吗？那么为什么前面的见到是这个样子，他们反过来见到的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如果是一个真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应该见到都是一样的。你们以为见见光明前都见到了？首先我给大家讲过，唯识里面讲眼跟见东西啊，要具足九种缘分啊，有听过的吗？啊，在唯识里面说九缘八气好像眼。首先眼睛里的眼根得不坏，对吧？你还要有距离啊，眼睛就这个挂筒跟我也有距离，我才看见它，它蹭蹭蹭蹬到眼上就看不着了。所以这在佛法里面叫做离中知，离开中间有空间有隔层断了，我才能见到它这个物体，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缘分。第三个还要有什么呀？有什么光明呀，这屋子里一团漆黑，我们见不到，我举起来全力见不到，这是第三个缘。第四个要什么呀？要有作意，就是夸的一下哦，你们见我的时候就作意在我身上，我左右这样讲的时候的这个摄像机我就忘了，那么我看摄像机夸才注意到有个摄像机存在，必须引起注意，这是第四个缘，对吧？那么再一个还有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边要有什么呀？要有阿赖耶识作用变现的作用啊，这个讲起来深了，我们知道一下。还有第七识执着有我，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那么就有我才能见呀。第九识还有这个第六识要分别，我谁见到的第六识意识来进行分别，有我的存在，我的认知是谁认的，是用第六识在工作，这就叫根本一染净一和分别一样。那么再一个还有本来有这个种子，你阿赖耶识没有这个种子你见不着呀啊，整个等等这些九个缘分我们才能发现一个我见东西的这样一个感觉出生。那么这九种缘分中大家想想，我见这个见从这九种缘哪一个缘里生出来的？从哪生出来的？任何一个缘能生见的感觉吗？都是因缘，既然是九种因缘生出来的，你见，你看这里说汝何所见？你见到什么呀？幻象，因缘和合呀。在我们说从这个内部微细的分析，从我们直观来讲，为什么说我这么一要拳，那么大家看到这是拳，我这样一下，你就见是这么一个形状；我这样一下，你见是这么一个形状；我这样，你就见是这样，来回。色身香味触，因为拳头里边也有色身香味触，五成组成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身香味触的话，拳头的身香味触就特别隐秘。我们光说这个拳头作为色法来讲，你见到的是它的全部吗？这个拳头这块你见到的是这边的色法，这块你见到的是这边的色法。一个拳头立体的时候，你能见全吗？就是你能把这个拳头全方位立体上的
一眼就面面俱到的看清楚吗？看不清楚，这就是汝何所见？结果阿难还当说见光明圈，其实就是我们的色法里边的一个影像。你真的见到这个拳头了吗？再进一步，第三问：汝将谁见？谁见就是谁看到的呀？你用什么东西？阿难，你到底用什么东西看到这个拳头的？如果你既然答复我与大众同用眼见，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眼还在呀？前面就讲过了，为什么不能见？大家一定要仔细想想，人死了以后眼依然在，为什么不能见？这个人死以后见去哪里了？啊？我们都以为我一辈子能见、能了知、能分别、能生活，那么我死了，这个东西去哪里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最要命的有关一切宇宙人生真相的突破口呀！这三个都是突破口。阿难就一个一个遭遇，可是他从从如来给他从从示现，一再一问再问三问，他一答再答三答，依然是头头错过啊！所以才这里说吃人认作本来人呀，认贼为子，那么必受其祸呀，始终不能够只取这个见性为心，他见不到这个心啊。那么在这里阿难指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寸步不移，他不知道转身。佛呢只能回头再重问说，以何为心，当我全要也。你看，那么既然说啊，你这里说这个我与大众同装眼见，那么佛就告阿难，你现在回答我下面一段啊。我们能看到这一段佛言啊，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要旨为光明权，要汝心悟，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全要。你看，那么我只好再问你说，你是以什么为心吗？啊，结果阿难就说了啊，你看，如来现前真心所在，而我以心，记住了吗？啊，看到了吗？还是一个错误，推群寻夺，即能推者，我将为心。啊，这跟前面的错误是一模一样，大家发现了没有？啊，一模一样在哪里呢？前面你看，前文在讲到这个执行随处而有，他说了句什么？我今思维即思维体，实是我心，就是我思维这个现前思维这个体。啊，那么在推穷这个心在中间的时候，又讲到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无相知，又是一个思维。这里他同样还说，而我以心推群寻着，还是思维啊，还是认为有心能够能推啊。这个时候就有转机了，大家看到吗？佛就言多啊，这个是念多吧？啊，多阿难啊！你看这一句话一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堂头棒喝啊。诸位要是了解到禅宗的公案的话，这种有意思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佛见到这个阿难到这里还是这个迷情深故，那么就非下横手不行啊。这里这一声喊，我们一般大家知道不是叫居狮子座，坐狮子吼吗？方丈室里面就叫狮子窝，那个座法座就叫狮子座，那就是方丈住持和尚开悟了的大明眼人，随便开言吐语，举手投足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叫做堂头棒喝，就让你开悟的。所以佛在这里说多，此非汝心啊。那么我们都这里插个曲吧，我们都知道哈，禅宗门下呀，禅宗门下呀，接引人的时候大部分都用楞严一唱，就是这一喝居多啊。就是说有这个真实修行的人呢 啊苦心这个密修，就是特别用功修得非常饱满了，可是他还不能转生，在这种情况下呢，诸佛诸主呢一定会用这个下毒手啊，就是下猛药，用这个惨奇的，用这种一贯对这个语言教法的执着啊，那么塞掉他这个文
就是一贯在这个教法上自己去因文解义，不断的理解，不断的解悟等等的，把这样给塞住了，连窝给他端掉他这个第六意识的相续现行的情识，就是直接把第八阿赖耶识给打开。在这种情况下，就让他断这个生灭啊，生灭想逆这个生死流。在这种情况下，生灭情境取舍念空了以后，就算见到本来面目啊。所以佛在这里就是这个非常手段的第一个启用者，多阿难，就这么一喊，这就是本经的出处，就是这个源头。后来古人就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心始终在道场会啊，会的非常忘情的时候，到底说念佛是谁，念佛是谁，或者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参的极其用功，用到极致的时候呢，你的师父，你的遗址师，或者在道场里面的住持，他是明眼，他就想方设法来收拾你了，让你啊，禅宗里面有时候叫做冷灰暴豆，就是你正在用功的时候，把那个灰呀、啊、里面埋了一堆豆子，我们听见噼里啪啦豆子熟了就会响，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又叫做枯木焚冲，啊，正在参参密究到底是谁，到底谁在建这个权，到底谁在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明眼人来点你，就跟佛在这里说的这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里又用喊这一声呢？大家发现这个奥妙没有？前面呢只举拳头是用色眼根对色成，可是阿难在这个上面他下不来呀，下不来看不了路怎么办呢？只好换一个方法，眼耳鼻舌身呀，先用眼还不行，换一套法子，就用什么？用耳根啊。所以这一颗就是向他的耳根处取，如果把他的能闻的闻性果然能够死尽忘性，自然闻性激活的话，他的法身就能活。可是阿难听了这个还不死心，接下来后面还跟如来什么呀争论不休呀。大家看后面经文啊，阿难决然欲作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怎么样呀？当名合掌。这是现前的境界啊，佛就说了啊，此事前程虚妄相想，惑汝真心，犹如无始至于今生，任贼为子，是汝原成，故受轮转。你看，阿难在这里问说，如果这不是我的心，他就害怕的受不了了。你看这里阿难决然决就是非常惊恐的意思，站起来合掌说，这都不是我的心的话，那我心在哪里？我的心是什么呢？着急了啊。结果佛就给他解释说，这个现前的沉静而已，这是在你心中投射的虚妄相的影子而引起你的种种分别想象。既然虚妄的影子引起分别想象，那么它一定会祸乱你的真心本性啊。可是由于你来一直什么呀不能悟，长期以来认贼为子啊，这六识我们在佛法里面就讲的六个识啊，就跟六个贼一样，旷劫以来就把我们自心的这个真清净这个法财呢全给偷走了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如此，迷幻本来常住的真心，所以才有轮回生沉。说到这里，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主要学佛的问题就这么点，就在这儿啊。当我们现在不是一般都讲嘛，要佛法要契机呀，要契理呀，要实现啊，有时候要这个适应大众呀，要迎合呀，背过好多法师也没办法，只好一退再退，不断的稀释又再稀释啊，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那你的问题都哪儿啊？婚姻也是问题，爱情也是问题，家庭事业就什么都是问题。我们主要的问题大家发现了没有？就在阿难的问题这里。那么我们有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迷雾之间的问题，其他问题还是问题吗？就因为你迷，所以你才爱情你贪着的不行啊，这个家庭你一辈子禁锢着你啊，事业你放不下呀，
根源在哪里啊？就是你把这个啊，这个前程虚妄的想象或我们的真信啊，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根本问题。你根本问题你不解决，这儿出了问题不解决，你解决其他问题有什么用？这就是我们现在佛法生态已经差极了，就是净力的维护还这些法身素描已经摇摇欲坠了，活不了呀。大家学佛都在学什么呀？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一天学佛都在学什么呀？做点善事你图什么呀？做点功德你图什么呀？甚至深度的修行，拼命念佛，去拜山读经，每天功课，你仔细想过没有？你要图什么？你图的是什么？不一定你要，不一定你是为了明心见性，甚至很少有人是为了明心见性。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佛法，甚至学佛人已经误区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非常可怕呀！一点一点的都在隐没，在淹没。可是谁又知道说一代的佛法就是为了这个东西，真和妄，迷和悟呀？唐宋元出世的大祖师那么的潇洒，住持道法几百人的大道场，人人念念都是会的，就是为了会这个悟，悟这个明心见性。我们现在一想想明心见性，那简直说那离自己不知道远十万八千里，比西方极乐世界还远呀。我们身居北京，大家都知道呀，你去故宫去游览过吧？你去过吧？我小时候记得呀，我那些不要说我的长辈了，我的哥哥，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哥哥来北京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去故宫太和殿随便进的，皇帝的金銮宝座你都可以上去坐一坐拍张照。后来呢，一步一步就在金銮宝座的那个周边就拉了个绳子，太和殿的金砖你可以踩一踩，宝座你不能坐了。后来呢，就在太和殿的外面起了个栏杆，怎么样呀？你只能外面窗户上照着看一看就行了，大殿已经不能进了。再后来呢，你们现在去看一看，五一十一的时候绳子拉起来，大家就走马观花，后面赶前面喝，赶紧走，瞄一眼赶紧走，没有福利嘛。这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说你想想将来的故宫，很可能就说就一条线，还哪里让你去这个前三宫后三宫，就这个养心殿去看，就这一条线进去晃荡一下就赶紧出啊，真是从这个午门进，从这个神武门出就行了。到将来很可能有一天故宫不让进了，是一定会。那么如果说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现在还把你请到故宫的金銮殿里，金銮宝座上面让你坐一坐，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来听楞严就这么考虑，就走得如此后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真性本性，我们这辈子为的就是这个。再不要说什么家庭事业那些破事儿，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就因为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这儿出问题，把真错认成妄，把这个妄错当真，阿难问半个问题。那么你每天就在这里面打工流转，出不来。所以说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到这个十点五分的时候大家回过来继续。阿弥陀佛。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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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